阿姨，哎，嗯，那个五一节结束了，但是那个五一节还是让你快乐。你是专门就是从事这个就是清扫这个公园的那个工作的吗？嗯，嗯，就那个我叫你一声，叫你奶，嗯。阿姨应该是阿姨，阿姨。我这嘎达，你跑我这骗那嘎达。不要，我们在做一个街头节目，叫做就是什么街头献爱心节目，就是说呢那个节日那个什么，你们就是为了我们的公园，就是为了我们的城市的绿化，就是说那个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然后我们就是特别过来送爱心，来我们拿着一瓶矿泉水，请你喝水，嫌弃吗？拿没事，不要钱的，我们在做一个街头节目，不要钱，好吗？不拿不要钱的，你拿着好吧？你拿着，谢谢，口渴不喝一口吧，没事，我们不是坏人啊。我不喝，你不能喝凉的。为什么不能喝凉的？嗯，喝气。一般不喝凉的是什么情况？那个阿姨啊，气管。哦，气管不能，那回去把它烧热了喝。嗯，那也行。就、那个，我能问一下呢，阿姨今年高寿吗？啊？阿姨今年高寿？我好大。啊，今年高寿就是说，60还是50还是70？我70。70是吧？嗯。70。气死我了！然后那个，你长得像我妈妈，还像你妈妈，真的长得特别像我妈妈。然后那个是我现在我在那个嘛全国各地做节目，乃至于国外，我特别想我妈妈了。然后你长得我像我妈妈，然后那个我能跟我跟你合个影好吗？啊，我跟你合个影好不好？啊，好，来，我，来，我跟你合个影。妈妈，你长得真美，很美，特别美。妈妈，我要亲你一下，好不好？妈妈。你们照这有啥的、没啥，就那么亲了啊。妈妈你是最漂亮的，全世界最漂亮的，全世界最漂亮。祝你身体健康好吗？来握个手，感谢你对我们城市的那个清洁做出的太大的贡献。一定要注意身体，注意安全好吗？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谢谢你啊，妈妈你是全世界最漂亮，谢谢你们关心我。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妈妈。我能拥抱你一下吗妈妈？拥抱你一下啊，拥抱你一下啊。我就是你的儿子啊，你叫我儿子，儿子好，妈妈你好，儿子好，妈妈你最漂亮，漂亮不漂亮？妈妈身体健康，哎，妈妈，那我先走了，那先走了，拜拜，好，你不知有什么意义的呢？啊？有什么含义的呢？就是我们做一个节目，就是关爱老人嘛。对，关爱老人，就是说，因为老人就是说，就是现在就是说，很多的就做我们的城市环保这一块，大部分都去搞这个爱心。对，搞爱心节目，对，大部分都是属于就是说老年人，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外面的工作压力很大，然后工资待遇还不是特别的高，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做我们的城市绿化的那个什么这一块，我们就是肃然起敬，我们就是说宣传一个正能量，让他们不要乱扔垃圾。不要就是说做一个文明的一个城市人，从我做起，对吧？不要随地扔垃圾，不能随地吐痰，不能就是说给你们减轻一定的负担，让你们的工作也显得轻松一些，是不是？来，兄弟们，给我们的在场的所有的那什么呢？所有的粉丝们，我们几万人的粉丝们，给我们在场，给我们的妈妈那个竖一个大拇哥的表情好吗？竖一个大拇哥的表情，来，3、2、1，走！来，你看，全部给你送你大拇指了，你看，给你竖大拇指了。来，后面打出一波，阿姨辛苦了，来，阿姨辛苦了，给我打在空屏上来，3、2、1，走你！来，整个公屏都打在阿姨辛苦了，感谢左左。好，阿姨为我们的城市绿化做出了太多的贡献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我们会记住你的，我们一定做一个文明的城市人，不随便扔垃圾，不随便吐痰，不随便，就是那个什么，给你们增加麻烦，一定要记住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，保重身体，然后那个就是说，就是我早晚早点回家，回家就是那个什么，早点注意休息，好吗？那个你儿子我就先走了，好吧？那个我就去下一站了，好吧？再见了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再见，有点意思。